好，我们来学一下 nations 国家，还有它的国旗 flag 啊，flag，nations 国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国旗是 Hong Kong，Hong Kong 啊，现在香港已经归属在中国了哈，香港，Hong Kong。Hong Kong，香港，它在这里哈、哦。香港在中国的南方哈、哦，台湾到香港约1个小时的飞机哈、哦。Hong Kong，香港。第二个我们看的国家是 Hungary，Hungary 就是匈牙利。Hungary，Hungary，匈牙利，匈牙利在奥地利的东边，罗马尼亚的西边。匈牙利，哈，匈牙利，看一下它的国旗是红白绿，哈，红白绿。再念一次，红白绿，红色、白色、绿色，Hungary。匈牙利，再来看另外一个国旗十字架，欧洲有好多这种国旗哈，它基本上应该是天主教的国家哈。来，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 Iceland，冰岛哈，冰就是 ice 就是冰，ice 就是冰，Iceland 就是。冰的岛屿，它上面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冰啊，很多很多的冰，所以它就叫做 Iceland 冰岛在这里，所以在挪威的西方非常冷的一个地方哈，它叫做 Iceland 冰岛哈，上面都可能都是冰块啊。再来看下一个很大的国家，叫做 India，印度，India，印度，印度，India，印度在哪里？印度的人口非常多哈，印度这边有一打印度，India，印度。它的国旗是这个长相哈，它的国旗是长相这样子。印度人非常极端哈，有钱的很有钱，穷困的非常穷困哈。India，印度。好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发音，前面开始很像印度的哈，Indonesia。Indonesia，印尼，印尼，印尼，Indonesia，印尼在哪边？印尼是在亚洲的一个国家，啊，临近新加坡这一大块，它有很多的岛国啊，它最近时常发生地震哈，earthquake 哈，时常有 earthquake 地震。Indonesia，印尼，它的全名叫做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，我们所以都简称叫做印尼，Indonesia。它的国旗只有两种颜色，红色、白色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叫做 Iran。Iran，伊朗，伊朗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哈。伊朗，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也产石油啊，它的国旗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我们下来一个，Iraq 都在中东，Iraq，伊拉克，Iraq，伊
拉克 Iraq Iraq 伊拉克，伊拉克在伊朗的那个旁边，叫伊朗的旁边，伊朗的左边叫做伊拉克，在这里哈，伊拉克 Iraq 伊拉克也是产石油的地方哈，也是一个产石油的地方，在中东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回到欧洲的国家叫做 Ireland， Ireland 就是爱尔兰， Ireland Ireland 就是爱尔兰，它是一个岛国，在英国的左边， Ireland 爱尔兰， Ireland 好，它在英国的左边，它是属于欧洲体系的国家， Ireland爱尔兰 Ireland Ireland 哈，爱尔兰。好，再来看下列一个国家叫做 Isra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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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色列，以色列啊，以色列是一个基督教的大本营的哈国家哈，啊，耶稣基督在这边出生的哈。以色列 Israel Israel Israel， 它的国旗是这个长相哈，它的地点是在约旦黎巴嫩之间哈，还有临着埃及，临着埃及，所以以色列也是饱受战争哈，因为他们的那个宗教战争导致他们这个区块也不是很安宁哈。来，再念一次 Israel 以色列。来，欧洲另外一个国家叫 Italy， Italy 披萨最有名的国家就叫意大利， Italy 意大利，它的国家很像一个靴子形状的哈。意大利在欧洲紧邻着地中海，气候非常温暖的一个国家哈， Italy 人情也蛮富有人情味的哈， Italy 意大利是欧洲的一个国家，也靠近南欧哈， Italy 意大利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，也认识每一个国家。 See you next time， bye bye。